左腿后侧痛啊，左腿后侧痛啊。刚才我记忆上来几个画面，一个画面是在那个门口有鬼守在门口，但那鬼在房间里边啊，也盯着那个里面。之后呢，他里面的一举一动啊，那鬼啊，都盯着啊。那鬼应该是象征性的啊，有象征意义的鬼啊，一举一动都盯着。然后又给他腿在外面透，像透了个套圈似的啊，透了个套圈似的啊。这个套圈说你不能离开我的视线啊，你不能离开我的视线啊。因为现在党领导一切了啊，所以你必须要在我的框架里面进行文艺活动、演唱活动，你不能跳出我这个框框啊。这个是李文呢搞的，搞的李文呢心里很这个词现在用什么呢，搞得李文啊心里凉了半截应该是啊。他说我早年起家的时候都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怎么我越活好像越倒退了啊，越活越倒退了。所以自从他2012年开始好像他感觉有点不太对劲了啊，然后一年不如一年，一年不如一年的心情呢啊，这个讲的心情呢，心情越来越不好，越来越不好，越来越不好。这个终于爆发了啊，终于爆发了，他跪下来也没有用啊，因为他的一条腿啊，深深的被套在一个圈套里面了啊，套在一个圈套里面。这个圈套叫什么？这个圈套叫华人啊，因为你是华人啊，因为你是华人，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管着你啊，必须要管着你啊，能不能说话啊是由我说了算啊，并不是因为你在国外待过就可以放松对你的管制。同样的，你只要想跑到大陆来，我必须要铁拳来关照你啊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套在他那个腿上面也有段时间了啊，是左腿问题出来啊，你提这阵症状一直挺出现在左腿上面啊。好，知道啊，知道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